雨伞节，台语叫做波吉嘎。雨伞节呢是属于夜行性蛇类，虽然毒性强，但胆子却很小，看到人逃之夭夭。而雨伞节的蛇毒是属于神经性毒素，若被咬到通常没有明显感觉，过一段时间神经麻痹，进而造成呼吸及吞咽困难，致死率高。所以下次看到雨伞节千万别打草惊蛇，双方保持友好的距离，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欣赏雨伞节。